每个工序完成，甚至机修报修，都会像地铁到站一样播报。当别人的吊挂还在那里睡觉的时候，他们却把吊挂的彩效做到惊人的三分钟一件，吸引了上百家靠谱制造工厂联盟企业游学参观。定制化的 5G 机联网吊挂线，结合传统的精益生产节拍单件流，做到180秒一件的节拍，你敢相信吗？而且20多站的流水线再制品只有3件，厉害在哪里呢？既能杜绝大批量的品质事故发生，又能保证成衣快速下线，真正做到小单也能快发。这里的 IE 中枢大脑操控着整个数字化工厂，让每一块布料、每一个裁片、每一个工序部件在哪、谁做的、做了多少件，都一目了然。